如秀香肩，九令露腿捧夯牌。九令日前出席爱最大演唱会，身穿一袭红铜金色晚装，性感指数大破表。我今天就是穿着我平常去骑脚踏车、去小七，平常去在家里煮水煮蛋的时候，我就是穿这样。哎，有人的家居服这么浮夸的吗？他自称的这套家居服是来自澳洲的女装品牌 Ellery， 擅长用花苞、荷叶、抓褶等细节塑造出独特的女性风格。青春女星艾尔芬妮、雨伞小天后蕾哈娜、英国歌手 Rita Ora 都是该牌粉丝哦。就连林心如五月在台宣传电影，也选穿春夏荷叶长袖上衣，搭配短裤、尖头高跟鞋，甜美又不失优雅风情。时尚动新闻，两个姐都好眼光啊！报道。